B B， 知唔知唔系鸡唔系狗嘅下一句系咩咧？咩啊？你讲咩啊？系猫儿啊！喵 ！B B， 你咪边度唔舒服啊？夏威夷都系咁讲噶。我哋终于嚟到旅程最后一个岛就系猫儿茂儿岛啦。喵！我哋上船啦，唔好讲咁多啦。喵喵，行啦行啦。喂呀，唔使咁坐头鲸得。你睇个海，乜都冇啦。心急先啊！我识啲鲸鱼咩？等多阵啦。我唔嚟休晒啊！睇扎头鲸。咦，有啦有啦，你睇下，有啦有啦有啦。系喎，嗰啲系咪鲸鱼 B B 嚟噶？哇！呢棵榕树嚟噶，同香港咁唔同嘅。系啊，呢棵有1873年到依家成百几年噶啦，仲生到成18米啊，几犀利啊！哇，仲要带个补贴嚟掉下许愿啦，咁大棵一定好靓啦。好似西方国家嚟噶噃，你不如祈祷啊，向天父祈祷啊，祈祷有噶。哇！刨冰啊！佢呢度个名物嚟噶，而且喺下边咧可以加呢个嘅雪糕，上面仲可以摆啲唔同嘅 toppings， 仲系由呢个天然蔗糖同埋果汁整嘅，好健康嘅。哇，咁健康，同我嚟多两杯，同我加埋啲 topping 水。喂，加嗰啲都会肥噶喎。B B 啊 ，B B， 我哋旅程啊差唔多结束咯噃，呢几日开唔开心，满唔满意先？满意满意，如果有埋 shopping 环节咧，就 perfect 字啦。所以你话自驾游几好啊，有架车想去边就去边。咁你仲快啲 go go go！ 啊，我想有个地方想去，跟住咧。啊，咁样饮住嘢睇日落都几舒服喎 ，B B 嗬。系噶，唔一定要 shopping 先叫旅行噶嘛。咁啊，但系我哋下次去边度旅行好啊？哇，我快饮埋杯嘢，赶住上机。去边去日本啦？我哋唔好去过啦。我哋今次冇 shopping， 咪去翻日本补翻数咯。买单，买单，唔该，买单，买单。夏威夷玩自驾游啊，梗系最方便啦！揸住架车想去边就去边。出发之前咧，揾度身假期帮手 book package， 包机票、酒店同埋租车，仲可以揾佢哋帮手 book 埋当地嘅活动，真系方便，唔使烦啊！提提大家啦，美国夏威夷咧揸车系左睇靠右行驶噶。